还是要多跟你请教说话的技巧。哎，我们就是都不跟他们说话。好，很好，很好。现在已经年末，那十家之前的哎哎，对，你还提干嘛？2024年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就我想生个第二胎啦。哦，可以。想生那有想要再胎吧？跟谁？我们被傻啦！这次有透视率，所以有点击率啊！标题又要下暴击，暴击了，不忍了。坦白哥抱抱，39岁小珍冻卵再一胎，不忍惹暴气两字回应。大家好，我是小珍，祝女生在线2周年。快乐！是小珍主持的网络美妆节目迈入第二季，这呛辣王思佳、梁云飞特来祝贺，三人话匣子打开，没有要收的意思啊。我们今天刚刚看到这个思佳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的妆今天有比较温和一点，要不然每天与人为敌也不太好。哎呀，对呀，还是要多跟你请教说话的技巧。哎，我们就是都不跟他们说话。现在已经年末，那思佳之前的工作也蛮多的。哎，对，你还提干嘛？你哪一间的？开玩笑的，很好很好。2024年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想生个第二胎啦。哦，可以。那还是要回家努力啊。你就穿这件回去。对啊，你今天直接这样子，但要先脱半小时。我女儿那天跟我说：“妈妈好漂亮。”我相信哎。小孩不会说谎，我们会相信相信。所以我觉得女人可以再生一个。可以。想生那有想要再胎吗？跟谁？你不是有冻卵吗？我有冻卵啊，就把他们冻着啊。因为我喜欢一件事情，我到最终会有选择，不代表我现在有要选择。你排斥姐弟恋吗？你看我爸妈的问题。我排斥。外国男生我也不行。可是你是外国人的菜耶。但我不行。你不行的点在哪里？毛多。那 local 台语可以，我跟你聊天。哎，王思佳近来多了一个女作家的身份，出书的勇气叫梁云飞佩服呢。那你敲打键盘那时候，如果你要想到当初不快乐的，你要打出来，代表你已经走过。带着怒气打啊！不要这样，太傻了，这次有透视率，所以有点击率啊。标题又要下暴击，暴击了，不忍了。但呢，几天前小珍半夜发文抱怨交换礼物的包装盒被打扫阿姨全人会气到暴毙在家里，为什么要养一些人在身边制造麻烦呢？哎，应该真的是不忍了吧？那是我的 IG 限动，我隔天打开床，这也可以变成新闻，哪招啊？就是我自己在家里一个情绪的抒发 ，IG 限动也不能发，不行，要发自由。我这个对，要发自由，对对。王思佳也会截图，对啊。我是那种人，我都截图算命跟我的对话。可以找熊妮来上节目。他们找熊妮来上节目当然 OK 啊。熊妮，那还改成瓜哥嘛？三立娱乐新闻。哎，我们就是都不跟他们说话。报道。嗨，大家好，我是吴宗宪 ，Jackie Wu 宪哥来了。我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小 S。我是台湾熊市欧巴桑陈美凤。我是黄静莹。我是郑国成。我是萧敬腾。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我是艾薇。我是蓝蓝。我是吴依我是林真义。我是志新。我是陈君。我是陈德玉彤。圣诞跨年又到了，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冰红的话呢，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用点心思，用点情感准备的，厉害啦！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上三立新闻网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我的礼物非常好哦，很健康，很有 feel 的礼物哦！赶快下载，祝你得奖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OK，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